大家好，我是以球山流 25K 和 15K 的促销卡包，分别是五个和10个动态黑的第二套阵容啊，替代第一套加入卡包里啊。领衔的就是梅西、卢卡库，基本上大部分球员之前也都泄露出来了，除了拜仁的这个84的中场，也是在卡包里一周的时间。周日的话吧，应该还会再放3张到卡包里。配合活动出的动态黑 SBC 球员啊，是大巴黎的维纳尔杜姆，需要献祭3套阵容，成本在10多万吧。其中第一套84的还需要献祭一张动态黑卡。他这张卡现在和普金一样嘛，就是84双四星高高的心态，数据上看着还是挺不错的，尤其是再黑2次的话，感觉还是挺好的一张卡。还有这个 Flair 的特技，大巴黎10月1号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输掉了，但是我仍然觉得他在接下来9场比赛里赢下5场应该问题不大。而且维纳尔杜姆能打上首发呀，6次出场，还有2个进球加1个助攻，直接入选周黑的机会也不是没有。这张卡还是可以考虑做一下的。出了一个任务，只是奖励卡包。比赛环境是线上友谊赛新的效忠，就和之前卡马文加的那个任务的比赛环境是一样的，有效期是5天。一切顺利的话呢，6场比赛就可以搞定。卡马文加要没有做的话呢，这个可以和那个一起做。今天早些时候还出了2个月最佳，一个是英超的，一个是法甲。英超的就是 C 罗了。需要献祭26套阵容吧，成本是200多万。这张卡的数据啊，基本上只比普金啊加了一点。评测里说用起来和普金的感觉啊不是差别特别大。卡肯定是张好卡啊，性价比就是不太合适。再来是西甲最佳本泽马，需要献祭2套阵容，一套85，一套87，成本在13万左右。而且月最佳现在有效期都是只有2周了。双四星。中中的心态特技还挺多，外脚背射门、搓射，不过另外3个都是 CPU 的，和玩家也没什么关系。数值来到91嘛，数据上看和他那张黑卡比，基本上就是各加个一两点吧。这张卡评测说加上猎人的化学之后啊，射门是非常好的，控球虽然提升了，但是他基础的数值就是那样，而且他基础的模型也是那样，所以一般应该也不想让他带球特别多，但是禁区里扭个一两下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他心态是中中啊，进攻的 AI 感觉上更像这个伪九号，不像一个特别积极的前锋。但是如果你需要他打一个支援的位置，前腰啊或者回撤的前锋的话，其实这张卡还是挺不错的。他那张黑卡是6万多吧，所以这张卡13万性价比也还好，有需要的其实可以考虑做。就是以上了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A promising avenue of attack, but the momentum has been. It's all the players out there. He's not going to take any messing about here.